吉普尼是没有任何站牌的。我们有就是找了一下就上下车的地点，基本上是说这个 Jollibee 跟麦当劳的旁边搭车去，所以你只能用问的。他这里的路不是用走出来，是用问出来的。哦，在哪里哦？谢谢啊。啊，马上过来登记。耶，我们终于问到了，上这台车。一台我们吉普尼的专车，请体验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驾轻就熟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很习惯搭乘坐。我们呢有这个不同的里程数啊，收费的价钱不一样。基本上我们刚很近啊，都是4公里以内就是8.5块。那如果是市民、学生那些的又更便宜。8:11出发。耶，终于到了。叫做阿朗卡。我们要来卸装备了。那我们坐过来的吉普尼转车的总车8.5匹索加上35匹索单趟，就到了这里了。前面的是导游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？因为他衣服上面有血。Hi, let me see. How you use? Oh, beautiful. 现在往下走了哟。是那个溯溪鞋，我们现在没有业配哦，只是他们就刚好买同一个牌子。来看看哦。我们不能穿自己的鞋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都是水。直接放头鞋，应该可以。那吊桥是断的哎。其实我们要溯溪过去，你知道吗？天蝎生死状了。这里有换洗室哦，出来的话可以简单换洗。那大家看有几只猫？1、2、3、4、5，好像5只，5只小猫咪。要用这个装备，我们等一下像个工人一样。跟大家讲今天的那个地心探险之旅啊，我们的导游没有先收钱，因为他们相信我们自己也爬不出来。因为等一下会超暗的，听说。现在就有一种前置作业的感觉喽。我们这一批有5、6个人，加上一对情侣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过桥溯溪。趁现在有光线的时候多拍一点，等一下就没有光线了。不敢相信耶，这路口有点小哎。这路口很夸张哎！掉下的石头，之前他们都是走这一条吊桥，现在我们是这样子绕一大圈过来，绕远路。现在时间是9:50，算是准备出发了吧？因为我们还没有到洞穴口，可是要走到洞穴口还要一点时间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，是他的景点。可以游泳。Can swim, right? Yes, we can. Yeah, we prepare. 全程大约3小时，洞穴很小，因为在1990年的时候有地震，所以啊，它就是洞口变得这么小。Oh my god! 盘旋，这是我们的洞口吗？啊，天哪天哪，我们要走这个超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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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，超小哎、欸。那我们先走喽，拜拜。哎呦哦！天哪，这个假书都要扣尾章啊！这不行嘞、欸，这个太痛不行嘞、欸！你们怎么不给我手套啊？会痛哎、欸！我看，给我会怕，我会怕哎、欸，怎么办 ？It's a little danger, you know. Okay. Oh my god. It's not kidding, you know. Oh my god， 我觉得可能看不到前面的这个狭窄，好好笑哦。我们现在地心冒险。我们刚刚，天哪，我们在路口搞了10分钟有哎，这个洞口就因为地震，关系它的洞口变这么小，而且我刚进来的时候伴随着一只蝙蝠，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地质景观超酷的，难怪网络上都没有照片，因为拍不了。这个路也很值得，超酷的。我们这次的这个地心探险的伙伴都是勇者，总算可以站成了更小的洞口。Now we will be entering this passage, so one at a time. OK， 给你放2个人。这是一个溜滑梯耶！小心撞到头。没有开玩笑的溜滑梯，等一下我的头没有办法撑起来了。好难。这个溜滑梯耶！上面自求多福啦，我们没有办法帮你们拍照，这里很难。这要头上脚下的下去耶。Left foot。
这样代表是难产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小孩脚先出来的话。哇，这个太深了。我们所有人正在探险中。耶！虽然看不清楚，但是至少听到我们的声音，代表我们真的来过吧？我们不是开玩笑打卡而已哦。沉重现实啊，现动。对啊，应该要先量三围再进来。对啊，你要讲什么？量三围。不好意思。那要不要把年纪也讲一讲？年纪重点说一说。生辰八字也讲讲，然后看一下哪一个可以就是相亲。对啊，好像不错哎，这人道的功能还很多。这是野外的那个吗？我们来看一下摄影师的这个 pose， 他是躺在这边帮我们录音。谢谢。OK， 谢谢我们导游。爱的小手牵着我的小手，但我没有任何恋爱的感觉，只有恐惧感。平平好酷哦、喔！对，中午池，哦，好美好美，好漂亮哦、喔！下面有水的声音，我们现在这样绕一圈。二十一点水，谢谢。哦，我刚刚走进去。哦，绕了一个洞了。好了，哦。我已经倒灰啊，请大姐戴手套好吗？天哪，这是一个慢点吗？我觉得我自己好紧张。地形冒险，我来喽！成功，虽然清澈，干净哦，超清澈的哦，有地方。会尖叫，所以我们以为要往下，结果是走这个洞，哈哈哈！美丽的误会。看看看，这里整片好大片哦，超美的耶！那要走超级高的路线，喜欢极限运动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它。算了，在这边停留是可拍可看不可摸，那个是好几千万年形成的这个成果，非常壮丽的景观。好的伙伴们，不是萤火虫哦，他们是人。Watch your head, watch your face, watch your anything。哇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好胖。哇，我第一次想要减肥，起起伏伏啊，就像人生一样啊，人生总是有起伏的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就是在体验我们的人生，只是在地心地洞里面体验。每位壮年都像一个老年人一样。好饿，好累哦，好饿，好饿又好累哦。Very hungry 啊 ，Very hungry。Keep going， keep going。刚听到一个讯息，我们是原路要折返，不可置信哎。我们要原路折返，不是环状路线，也没有捷径，就是原路折返。可是要走这个峭壁哎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啊？I can touch it。岌岌可危，这个是峭壁耶，天哪！我现在重心，对，现在重心，啊！峭壁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好深哦！我知道游泳吗？我知道游泳吗？
也没有业配哦，是厂商送的。快！哎，为什么导游找那么浅？我们在这边拉绳索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好了，这件事情证明了菲律宾的导游也是蛮幽默的。来，看他笑得多么的机车。好，导游说可以口渴，可以在这里喝水。好吧，那我们也来试试看吧。如何？不难喝，不难喝。有矿物质的味道吗？有钙质的口感吗？有觉得膝盖变得强壮了吗？如果有，记得要去医院。这里有个小洞，我来喝里面的水了。好，因为石头可以过去。通常不会有的时候把手不会吃。好，就是水哎，今天来了个水。